标题：剧集影响力榜 TOP 5。肖战余生退至第二，刘涛、陈赫新剧升至第一。刚刚过完新年假期，想必大家都对自己的假期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假期是大家团聚与一起享乐的时刻，而在刚刚过去的新年假期中，最值得一提的则是娱乐圈的几部热播剧。随着热播剧的播出，大家也逐渐开始对待播剧充满期待。目前共有五部待播剧的影响力较高，这五部剧其中有许多剧早就已经拍摄完毕，只是迟迟没能播出。 TOP 5 狐妖小红娘。狐妖小红娘是一部动画片，其播放量和漫画点击率都是非常高的，它不仅收获了极好的市场，观众对动画质量的口碑也是极好的。而且狐妖小红娘这部剧的题材较为新颖，深受大家的喜欢，它主要讲述了人与妖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动画，可以称得上眼下国漫代表作之一。 TOP 4盛装。盛装的主演是宋佳、陈赫、袁咏仪和张超等人，也就是说今晚大家就能看新剧播出了。不知道大家期待这部剧的播出不？ TOP 3老闺蜜。老闺蜜的几位主演分别是王富丽、潘虹、宋小英、马瑜杰。 TOP 2余生请多指教。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的主演是肖战和杨紫，好像自从2019年之后，肖战和杨紫变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最佳 CP， 也是两人为许多人的青春偶像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虽然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迟迟没能播出，但一点都不影响大家对这部剧的期待。而且余生请多指教之前的时候，其待播剧的指数一直都是极高的，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其热度才有一点下降。 TOP 1假日暖洋洋2。在待播剧中热度最高的当属陈赫和刘涛主演的假日暖洋洋2。和去年的度假村休闲风不同，今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寒意动人的东北，但同时也在春节的气氛中轻松演绎出这部剧。